何、mm.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放掌，请大家翻开经本六百六十二页，六百六十二页，好，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。 尔时，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和长，薄佛言：“世尊，唯愿世尊不以为利。这一段经文啊，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，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。 他愿意啊，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这段时间啊，担任了、啊、度化众生的使命。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呢、啊，一万两千年啊，我们现在呢啊过了三千年，后面呢、啊、还有九千年。 九千年后啊，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就没有佛法了。一直要等到啊下一尊佛弥勒佛啊出世啊，那个时候才有佛法啊。这个当中时间啊，根据经典上讲是五十六亿七千万年、啊、那么就是我们这个。 地球上啊，这个人间啊，这个当中，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，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没有佛法啊，因为没有佛出世。那么没有佛出世，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？红菩萨大慈大悲啊，没有佛出世，那么。 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，啊，所以这个阶段啊，释迦牟尼佛啊就嘱咐啊，地藏菩萨呢，由地藏菩萨来担任啊这个没有佛法实体教化众生的众子大人，啊，地藏菩萨呢，也这个。 接受世尊的嘱咐，请再看下面经文：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佛法中一念恭敬，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，于生死中速得解脱。 一念恭敬，一念是专心专一，一念是净念，没有疑惑，没有夹杂，啊，就是我们一一般讲啊，这个念佛啊，三个要诀：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那么不夹杂呢，妄念啊，只有。 静念，不交叉妄念啊。那么念佛啊，念菩萨啊，这个心呢、啊，它是专一的啊。一，一念啊，是静念这一念恭敬，就是真心的恭敬。那如果很多妄念啊，那么就不是。 真心啊，就不是恭敬了啊！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啊，就是关键呢、啊，一念恭敬这四个字。以佛法中善恶果报就在眼前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在佛法中。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。 啊，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。啊，这个不学佛的人啊，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了。所以佛法是觉法，只要他觉悟，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，地藏菩萨一定帮助。 百千方便，啊，这是随类化身呐、啊。地藏菩萨呢，随类现各种身，来帮助众生呢、啊，啊，各种形象，啊，有情无情的，啊，总是啊，在劝导启发众生呢、啊，断恶修善，回头是岸，啊，不管是事间逆境、顺境。 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啊，那么回头啊，那么在生死道中啊，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，何况文殊善事，念念修行，自然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。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呢、啊。 啊，前面呢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啊，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，已经学佛的人，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。啊，这个修行啊，一定不能误会啊，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，念了多少佛啊，拜多少佛，这叫修行啊，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。 那么修行真正的内容啊，是念念、啊、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、言语、行为啊，这个才叫修行。那么要修行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，一定要反省、改过。啊、如果不知道反省， 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啊！所以一定要啊反省改过，我们在菩提道上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啊！这个我们要修行是在讲啊，现在学佛的人呢、啊、缺乏基础。 就人天善法的基础，在我们中国讲啊，没有儒道的基础，又没有学佛，又没有小圣，从小圣经学起啊，一下子学大圣佛法，实在讲啊，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，很难说不退转的啊，所以。 我们敬老和尚啊，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啊，来补习这个功课，从做人开始啊，有了这个基础，学大乘佛法那就没问题了。说是已时，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，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，未非大智。 末世地藏端倪，中空藏收科，已非太虚安敏大事化机，乃色有归空，全假即空义也；而空藏问福利者，乃从空谈有，全空即假意也，空假不二。 藏体集中，圆融妙行，同归密藏，故终呼虚空藏。那么这段经文呐，啊，就是啊，在这个大会当中啊，虚空藏菩萨呢，他起来发问了、啊，那这个科助啊，啊，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啊，给我们说出来了。 啊，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。太虚与空，皆是说真如本性，最后一切消归自性，才是真正的圆满。啊，虚空藏他是讲空啊，啊，但是虚空藏他却问：哎，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啊？有什么福利啊？ 啊，那这个就是以空来显示这个有，啊，有又归到空，啊，实际啊，空有不二，就是中道妙行了。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啊，佛法讲的空啊，它是真空妙有，啊，那不是偏空，啊，这个不能误会，啊，这是给我们说出啊。 为什么虚空藏在这个时候出来啊？他表这个很重要的话：空有不二。我们看下面经文：薄佛言，世尊，我自自刀力闻你如来，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。未来世中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。 乃至一切天龙，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，或瞻理形象，的几种福利。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。地藏菩萨威德神力，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，读经闻名。 瞻仰地藏菩萨形象，能得多少种福利？能得多大的福利？啊，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？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，啊，请佛啊来开示。佛告虚空藏菩萨：地听地听，无当为汝分别所知。 啊，那么佛嘱咐他呢，要仔细的听啊，啊，谛听啊，是仔细听。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见地藏形象及闻此经，乃至读诵、香花饮食、衣服珍宝、布施供养、赞叹三礼，得二十八种利益。啊，这段是。 大略啊，说修学的方法啊，也就是要怎样来修复香花、相发饮食等事项上种种供养啊，是表自己的敬意啊。总的方面呢、啊，就是表示啊自己发心、发愿呐、啊，依教奉行啊，表这个意思。 赞叹是言教，啊，为人演说这部经，啊，介绍这部经，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啊赞叹，啊，介绍人家来读《地藏经》，讲解《地藏经》给别人听，啊，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《地藏经》，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。三离是身教，啊，做出来给大众看。 啊，做出来啊，让大家看，这个是属于身啊，身教，这才是真正修复啊！如果这样修啊，能得二十八种利益啊,啊！下面啊，就给我们列出啊，二十八种利益：一则天龙护念，二则善果律增。 三则极圣上阴，四则菩提不退，五则衣食丰足，六则吉意不灵，七则离水火灾，八则无盗贼恶，九则人见清净，十则鬼神助持，十一则女转男身，十二则为王成女。 十三则端正向好，十四则多生天上，十五则或为帝王，十六则数次命通，十七则有求皆从，十八则眷属欢乐，十九则诸恨消灭，二十则业道永除，二十一则去处尽通，二十二则夜梦安乐。 二十三则先王离苦，二十四则束缚受身，二十五则诸圣赞叹，二十六则聪明立根，二十七则劳慈悯心，二十八则毕竟成佛。啊，那么佛啊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。 那么可以获得这二十八种利益。那么第一个，天龙护念啊，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，善果律真啊。这个人呢、啊，心善行善，见相闻经，读诵经典，供养是行善，行为上、啊、这个。 表现的善，又能为人演说，啊，那又常常啊给人家说明啊《地藏经》的功德利益，啊，说人说明啊《地藏经》修学的理论方法，啊，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，善果天天增长，极盛上音 圣上因是成佛之因，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啊，不久将来就成佛了。菩提不退，菩提是讲菩提心，菩提心是决心，决心不退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事物不迷惑、不颠倒，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。 衣食丰足就是衣食啊不会缺乏，疾疫不灵啊，不生病，而且不会遭遇啊传染病啊，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啊，啊这个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啊，因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、护法神保佑。 啊，这个疾病、瘟疫啊，不会遭遇到；你水火灾啊，不会遭遇水灾、火灾的灾难；无盗贼恶，啊，遇不到强盗、小偷，啊，来给你抢劫、偷窃。啊，你的财物啊，不会损失；人间清净。 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、慈悲，待人诚恳和蔼。啊，恶人呢，也会对你恭敬三分了。啊，这个在历史上啊，啊，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，啊，也都有这些记载。啊，的确啊，真正修行人，真正善人，啊，恶人见到啊，对他都恭敬。 鬼神助持啊，这个儒教修行的人呐、啊，鬼神为护保佑啊。我们一般讲啊，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啊，你不用去求他保佑，他会自动来保佑你。女转男身啊，这个是有一些女众啊，她厌恶她这个女生啊，因为女生啊。 比男生苦处还要多啊，所以他不愿意啊，来生再受女生了啊,啊，想得到男生啊，那么他来生来世啊，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、啊。为王成女啊，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，那如果不厌恶。 女生啊，那么来生来世啊，她会作为国王啊、大臣的儿女，啊，就是出生于国王、大臣、富贵之家啊。我们现在讲啊，她会生在贵族，端正相好啊，相随心转，心好相就好。 多生天上，啊，修的福报大，福报大呢，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，啊，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，或为帝王，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。 啊，才感得啊，这一生啊，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啊，最高领导啊，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啊，这是过去生啊，他要修这个大福报啊。数字命通啊，知道数字的状况，那这一条很重要啊。如果知道宿命啊，他就会继续在修复的。 啊，如果不知道宿命啊，过去生修福，这一生忘记了，啊，不知道继续修福了，啊，而且在享福的时候要造罪业，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宿世啊，数字命通啊非常重要，啊，知道过去生呐、啊，自己怎么修的，这一生得这个果报。 啊，知道啊，三世因果，啊，明了因果，他就能深信因果，他才能保持啊，不断的继续修善，啊，这个修善他不断，啊，断热修善啊，他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，有其物皆从啊，业障消除，他没有障碍。 自然有求必应，眷属欢乐啊！自己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啊，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，很欢喜、快乐。诸恒消灭啊！诸恒消灭，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，也遇不到了。业道永除啊，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。 啊，那这个就非常俗称了，去处尽通啊。那么人死了之后，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啊，就是十法界，凡夫受业力牵引，无法选择；觉悟的人，无论选择哪一道，都通达，没有障碍。欲界天、色界天啊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。 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，啊，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、啊。夜梦安乐啊，就是晚上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啊。过去常常做噩梦啊，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啊，有感应了啊，也不再做噩梦。先王离苦。 那自己修行有功德，也能使这个先王啊，我们的先人祖先，啊，父母祖先啊。如果堕到三恶道，啊，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，啊，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，啊，生道啊，人天善道，束缚受身。 那么会来生呢、啊？会生在有福之家，啊，有福报的家庭。诸圣赞叹啊，诸佛菩萨呢，那看到都赞叹。聪明立根啊，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。老慈悯心啊，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。 啊，会怜悯一切众生，这个心啊，它会不断的增长。毕竟成佛，那这一生没有花业往生极乐世界，不退成佛，啊，将来啊，总会有这个因缘，还、啊、会再遇到人。 不一定是在来生，啊，不一定是在后生，啊，可能后生在后生，啊，或者无量劫之后、啊，因为中了这个因呐、啊，那、啊、决定会在遇到这个缘，啊，因为呢，生生世世啊，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，有地藏菩萨呢，冥冥当中的加持，啊，所以你来世啊，转生投胎。 会在一道佛法啊！那么看哪个时时候啊，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，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、啊。总有一天会成佛的啊！这毕竟成佛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，护持虚空藏菩萨。 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，理地藏行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，赞叹瞻礼。啊，这个世尊的答复啊，分为两段啊。前面一段呢、啊，讲二十八种利益啊，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、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。 那么这一段呢，讲七种利益啊，那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啊，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啊，其他还有五道啊，天龙鬼神啊。那么天龙鬼神呢、啊，他们恭敬赞叹三礼地藏菩萨所得到的利益，得了七种利益：一则速超圣地。 二则二业消灭，三则诸佛护临，四则菩提不退，五则增长本力，六则宿命皆通，七则毕竟成佛。啊，这是啊，天龙鬼神呐、啊，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，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。 那么，第一个是素超圣地，圣地是菩萨果位。一般世间善，圣地是诸天啊。如果以世间呢、啊，没有脱离六道啊，这个圣地就是啊，欲天以上了啊，一阶天、十阶天。那如果出世间呢，那是菩萨果位了。 真的菩萨果会。二业消灭啊！这些鬼神是凡夫，没有离开六道，烦恼习气很重，常常闻法受佛法熏陶，二业种子渐渐消灭。诸佛护念啊，感得诸佛来护念，菩提不退，常常保持菩提心。 保持觉悟的心，好善的心，利益众生的心。增长本力啊，增长根本智啊，根本智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宿命皆通啊，神通是本能，依定力而现前。心思散乱，本能。 就不现钱，心越清净，智慧德能就越强，啊，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，啊，有禅定的功夫，那么佛力加持啊，帮助啊，啊，这些天龙鬼神呐、啊。 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，毕竟成佛，那将来呀、啊、也决定啊成就无上菩提啊，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啊，天龙鬼神呐、啊，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，遇到佛法，在佛法中这个因啊，将来啊也决定啊，毕竟成佛了。 啊，那么上面啊是世尊回答虚空藏菩萨呢，啊这个供养赞叹三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利啊功德利益啊，那说到这里呀、啊，下面呢啊、呃，就是总结了啊，我们看经文，尔时十,十方。 一切诸来不可说，不可说。诸佛如来及大菩萨，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，大威神力不可思议，叹未曾有。啊，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。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。 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啊！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啊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啊！那佛陀来了，当然菩萨、啊、都不缺席啊，天龙鬼神通通到了啊！那么这一会啊，是无比的盛况啊！啊，那个显示啊，这部经。 它的重要啊，一切诸佛菩萨啊，都必须有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的第七基,基础啊，才能成就无上道。啊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：四十刀立天欲无量相发天意诸因。 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仪，一切众会俱护瞻礼，合掌而退、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刀立天亦无量相发天衣珠璎啊，天衣呀、啊，珠宝璎珞啊，这个是以祥瑞啊，以这个祥瑞啊。 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，啊，这个佛讲完这个经啊，那这个在刀立天宫啊，啊，就实现啊这种祥瑞啊，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啊、地藏菩萨，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啊，再次瞻礼。 一切众位啊，俱乎站礼，合掌而退，啊，那么恋恋不舍的散去。这个法会啊，那么就非常啊殊胜圆满。那么这个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讲记啊，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。那我们同修啊，也可以。 要常常听啊，啊，也很方便啊，啊、呃，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都有重播啊，也都放到网站上，也欢迎大家啊来收看。那么有一些呃同修的亲戚朋友啊，啊、呃，他们。 还没有听过啊，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啊。因为现在呢，在网络啊点播啊，那么点我们华藏经中红化网点播也很方便。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啊。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啊，会放到网网这个网站放在这个网站啊。啊 提供大家呢来点播，那么这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啊，大家多多的这个啊去介绍啊，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了啊。那赞叹呢、啊，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啊，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啊，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。 啊，那特别我们敬老和尚啊，这个讲记啊，深入浅出啊，我们一听啊，也很容易明白啊。大家呢啊，同共发心啊，所以你辗转的介绍，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啊，你赞叹三两三礼地藏菩萨，哎、欸，将来啊必定成佛。那现在啊啊，可以得到啊诸佛加持。 护法神的保佑，啊，保佑大家呢，这个福慧增长，啊，六时吉祥，身心安康，阖家平安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啊《地藏经》的讲记啊，就学习到这里，啊，我们呃下次啊再见，阿弥陀佛。